北京2008年奥运会合作伙伴中国移动通信提醒您准确定时。要不一年了，我是开心刚刚好的主持人刚子，吃完午饭有点困了吧，赶紧听故事广播吧，故事广播越听越精神。传奇故事，精彩人生。100.8 AM 900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。天气早知道，和袁月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出行天气。